把自己的行业做精，碰上困难的时候修复一下自己，不要跟着别人去抱怨，因为别人抱怨的时候其实头脑已经出了问题，应该想办法自己错在哪，我该调整。用上打捆神器之后来看，就让老外来看，看完就问他，我们这玩意 OK 不 OK？ 嗯 ，beautiful 不 beautiful？ 哈拉少不哈拉少？哈拉少。问的 good 不 good？ 我一到要冲啊！回答不好要冲，回答不好就踢他。给你点个赞。我愿为你放下全部，此生让我来赌。红色彼岸花，花瓣遍地撒，谁会在乎他在哭泣呀？你们老让我报价，报最低价，让我报价跟报警一样，越快越好。而我呢，等你们考虑，跟破案一样，遥遥无期呀。这么牛